王浩信同陈志尧今日经传离婚嘅消息，其实近年佢哋两个屡传婚变，甚至关系破裂，但系双方从来都冇公开正面咁回应过有关嘅传闻。而陈志尧喺事发几个钟头之后，终于喺社交平台度出 post， 话对于今日唔系事实嘅报道，不作任何嘅回应啦。多谢大家关心。